三位老板就是有权力发发牢骚，进意外发掘新团体。你说好，我们没吃到，他就是处罚了嘛？对。但为什么还有 G5？ 饥饿游戏挑战 G5 刚刚好。饥饿游戏，跟杨森达可以组一个团哦。那是叫你弄那个什么怪东西？对，怎么这样子牵着手，然后。然后有樱花嘛，有樱花，然后说哎、欸，想一个东西，牵手，牵手。我的天，只有你，你们是逻辑，那我问你，你们知道。